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伊的作品，甲过一万先生的作品，放伫个同时的音乐会内底，伊非常的欣赏过一万先生的作品，所以伊嘛加入过一万合唱团十五年的时间，伊个人安那无闲，伊逐礼拜就是要去参加练唱，因为伊一世人重视教育，关怀社会。关心环保的议题，为推动台湾的音乐，吼来拍拼。啊，伊看病了后，面对看病甲死亡的态度是真认真。伊就思考讲，伊剩的生命用来做啥物？伊坚持完成伊研究生的大学，创造环保歌曲，鼓励大家。注意环保问题，爱有所坚持，啊，为伊所信仰的天主教创造台语弥撒曲，伊的精神是我的模范，我对伊真尊敬，伊嘛永远有我伫我心内。也伊要感谢过一万合唱团来演出，替伊演出，感谢台湾生态。感谢陈玉芬教授、姚君成教授、跟张宏明医师，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谢谢郭志苑合唱团及钢琴演奏家陈秋佑先生、小提琴演奏家杨婉怡小姐。精彩的音乐响宴。接下来，我们邀请静宜大学校牧士沈拉蒙神父带领我们进行为环境生态祈福礼。我们欢迎沈拉蒙神父。